周深作为娱乐圈里具有影响力的明星歌手，总能在人们需要的时候用音乐治愈每一个孤单的灵魂，为他们寻找生命之光。在近日的人物专访里，周深一席话令粉丝感动不已。周深说，无论你在哪儿，我都在这儿。作为一个歌手，无论是什么地方，什么时间点，他们需要的时候，我都在这里。我之前在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给我的歌迷们小小的创作了那么一小段话，里面写的就是无论你在哪儿，我都在这儿，也是希望自己可以做一个歌手，无论是什么地方什么时间点，他们需要的时候我都在这里。就是这样一句简单又朴实的话，让观众找到了心灵深处的治愈，也感受到了周深深深的暖意。用尽了全力，在无界总有一线生机。我很加油。周深是娱乐圈一个特别的存在，或许提到其他明星的时候，没几个人是惊讶于他所取得的成绩，但是提到周深，就一定会被他的音乐才华所折服。大家会说我的歌给他们陪伴感，我觉得啊特别骄傲，因为我没有想到我可以成为别人生命当中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特别的人。因为我是很不自信的，我到现在我也是不自信的，就每一次在舞台上是最明显的。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会唱成什么样，这个不是那个意思啊，当然知道我唱成什么样，但是我不知道我当时会在舞台上展现成什么样，或者是我没有办法去预估听到的人的感受怎么样，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心境，不同的故事，不同的理解去听一首歌。周深出道至今披荆斩棘，通过层层考验，最终靠着自己的音乐天赋获得观众喜爱和支持，成为娱乐圈不可多得的知名歌手。成名至今，周深孜孜不倦，一直在输出好的音乐作品。在创作领域，他从未停止散发魅力，一直都输出具有创新、挑战和个性的音乐。也正是这种无休止的创作精神令粉丝感动，也让观众看到了他的努力。我自己虽然现在是歌手，但我之前也是歌迷，我也会经常听很多很多歌手的歌，然后也会去搜寻很多很多非常喜欢的不同风格的歌。但是如果有一首歌去给到我陪伴感的话，那首歌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那个歌手在我的生命当中也会在某种意义上会成为一个比较特殊的人。大家会说我的歌给他们陪伴感，我觉得啊特别骄傲，因为我没有想到我可以成为别人生命当中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特别的人。周深的业务能力一直都在线，周深奔走在各大平台演出，参加各个大小活动，大到央视春晚，小到平台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周深不仅展现了优越的音域天赋，为观众带来了悦耳动听的歌声，也在交流互动中跟粉丝们分享一些心得体会。从小舞台可能街边，然后几个人的几十个人的，然后到越来越大的舞台，所以会害怕自己对不起这个舞台，这是我的紧张的来源吧。但是我的一些一点点越来越敢在唱不同的风格，越来越敢去挑战，是因为他们我敢去一次次的去迈出去，我觉得这也是他们给我的力量，而且是很实际感受得到的力量。随着与观众见面的次数多了，周深活泼豁达开朗的性格令观众非常喜爱，也被他的笑容治愈了。周深不仅是音乐天才，还是一个学霸，因此总能在采访或者互动的时候有一种听周深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受。在所有的活动里，周深的言行举止总会有一股强大的生命力，暖心每一个受伤的心灵，指引每一个迷茫的灵魂，激励人们不断向前进。我自己一直觉得歌手最大的魅力一定是在现场，哪怕你现场可能我们现场做不到100%完美，我们一定会
偶尔几个音飘一飘，我们是人呀。但是这个就是现场的魅力，你所有东西就在那一瞬间，也许它发挥得非常好，它也是现场的魅力。但就在那一瞬间，可能它状态不是最完美的，但是那种不完美的状态其实会带出它其他的一些情感，这个也是现场的魅力。这种东西是你从回放、从直播都没有办法去取代的东西。但就在那一下我上台，我说大家好，我是周深，啪，我那一下觉得哇，好开心啊，就是那种最真实的感觉，就是有人听到你唱歌了，那种最真实的感觉是砰，是砸在你脸上的。娱乐圈最暖心的话是周深对粉丝表达爱，在这次人物专访里，周深一如既往暖心，一番真挚表达令粉丝感动不已。每次看周深采访，都会感受到好强的生命力，眼里有光，对过去满怀感激，对未来很期待，很努力的一个人，好多的形容词都不够形容他。又是一个同理心很强的人，很敏感，很细心，很温暖的一个人。现在我的专辑还没有发出来，应该是我做的最勇敢的一件事情。现在他们都特别的可爱，就是他们看见我就说啊，我想催你。算了，你也知道我要催什么啊，算了，那我就不催了，因为我知道催了也没有什么用。你还别说，他真的是我很有勇气的一个事情。好也好，或者是坏也好，就无论怎么样，你其实也该丢出一张专辑。但我就真的是没有办法去踏出我自己心里那一步。其实我们自己准备的歌有很多首了，但是就是我是觉得，哎呀，他好像没有到我觉得准备好的时候。我知道大家非常期待，但是我又害怕这样的期待值期，因为期待值期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钢化玻璃这个词真的蛮贴切的。他在各种类型的舞台适用性都极强，总是会给人带来音乐上的极致体验。他强大，你却不会觉得他是一座浮华不近人的宫殿。他的人极为亲和，通透又真实，仿佛有触手可及的温度，确实是强大而美好的存在。坚定地拥抱世界的情。